大房子里的，不能让他进大房子。听不到这个声音，他不慌了。挂板子翻个窗子距离就拉开了。杀了你！有点说，杀他不用很多人。然后翻窗了。第一台吧，
全副。也是前锋球，没有，还是前锋。哎，前锋啊，前锋。我在玩什么？我要骗他下板子出五刃，出慢了。怎么出事了？慢慢张，强转。这你都撞旧，被他躲开了无人。算了吧。打到无人就好，这边就摸不好，现在又摸好，两个都摸好，难受。把失误这么多吗？哎，这把失误好多。要练一下杰克了，不能再不打杰克了。先知太虚在原地站了三秒钟，待了三秒，
导致他转不了点。然后吃了我一个乌刃，虽然这个乌刃吃的比较勉强，但是还是吃了乌刃，把他鸟逼掉了吧，我这波不打他鸟了。慢慢，不关，不关就交鸟。哟、哦，他走位。反正依旧是佣兵救，无所谓，直接挂了。不大可能是空军秀，应该空要让空军秀垫底。看啊，明亮不亮，往这边走。木地房在修，小木在修，那就是佣兵秀。刚刚佣兵往这走，直接过来捅。也可能卡死就，也可能木地房不修了。你不带搏命你、嗯、你出大事了、嗯、今天是出大事了小伙子、嗯、搞个双挂出入器太久不久，我再走回去也来得及，只针对先知先知就行。啊，都不带搏命啊，幽冥也不带搏命啊，我操，真就全员白给呗。也跑哪去了？不知道他跑哪去了，重新抓一个吧，无所谓。让我擦刀我就擦，擦就擦，大不了下个无人，中间没板。你在干嘛呀？这空姐，我感觉没睡醒啊，没睡醒吗？真有病，混分怪。空姐又没了，跟佣兵走了吗？还不错，他摸箱子，摸到什么好东西？
搞快点。嗯，好吗？软的好使。我喜欢是硬的，硬的感觉太软了，就感觉难受似的，就很奇怪吧，可能这个人。发现转不了就算了。哎，我操！这个先知真的坏，这个人太坏了。这么稳吗？吓死了。板彩，算懒得彩，不想彩。他们肯定要救的吧，要不就不知道是谁救，佣兵救。给他一个这个距离，他转不到哪里去啊，这个限制不好转。不着急，一人我打两刀，一爪我飞两个。这把要把板踩了，因为这把不能给他弹射加速，然后把前面不行，人已经来了呀，空军已经贴到了，就是不知道在哪。我觉得先开了再说。啊，留枪吗？哎哎，他可能会过来打我一下。不打了。主要我走的话，我不想看着后面走。看着后面走容易让他让这个先生跑的。那我们这空军到哪去了？如果平抓是可以抓的，交货币了。哟，这么灵性吗？做表情，上来就给你一刀做表情。噔噔噔噔噔，先挂吧，换人抓。还不久，救了，救了，原地摸，反正两个人都没圈，让他们摸最好。我这个金身我就不换了，还摸呢？
又一传二，哈哈，舒服。游戏结束了。Dun du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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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